圈体育讯。北京时间8月28日 ,SLI 绝地求生全球巨星联赛 S2 第三月的较量圆满结束。比赛中 ,WTSU 强势两连击宣告强势回归，重组的圈经历了两日的磨合已完成蜕变，而中国战队面对不佳的圈运以及运营决策上的失误频频受挫。目前中国队伍跻身总决赛的形势不容乐观， V5 排名第八名，17战队和 XQ 分列11名和12名。中国战队、17战队圈运不佳，令17战队在转移过程中屡屡受挫，无论是马牛牛还是 QMCC 都没能为17带来好运，即便是17修真仙十足都没能扭转乾坤。另一方面队友依旧无法给予瘦瘦太多支持，面对状态回暖的欧美战队，17在明日无疑凶多吉少。V5 战队 V5 在战术运营上无疑是淘汰赛中表现最好的中国队伍，即便是前期减员的 V5 仍能通过巧妙的转移获得较好的成绩。与此同时 V5 不果断的处置导致在第四局中被 Method 瞬间团灭引人担忧。 XQ 战队正如人们担忧的那样， XQ 高开低走的状态已然发问，比赛中多次不谨慎的探点以及阵型布置令 XQ 屡屡吃扁。第三局比赛中作为采石场原住民的 XQ 没能察觉到已经入住的 M19 令 Route 又意外阵亡，而谨慎的手点导致了情报搜集不足，无力在刷出安全区后顺利进圈。总积分选手数据比赛回顾。第一局17平原跑度遭夹击，哪里蛮兵霸气17杀吃鸡。第一局航线，本局航线由东南方向途径狮城和圣马丁飞地地图北方，首圈为北部圈。17战队开局闪电转移占据圈形，而 John 成功堵截 Ghost 击杀两人。Method 转移中先后遭遇 Knights 和 WTSG 折损队内大腿，剩余三人见状不妙只能避袭锋芒。Navy 蹲守到转移的 M19 成功击杀一人，而 MVP 在转移中先后遭遇 Knights 和 John， 好在运营得当仍保持满编，扎入圈心强点的 XQ 受到了 Method 和 Knights 的夹击，然后先行阵亡令 XQ 成为众矢之的。最终随着 Knights 攻上杀头， XQ 仅仅拿到第15名的成绩。 WTSG 与 Method 在烂尾楼僵持，侧面偷点的 Knights 被 WTSG 成功击杀， Vega 进圈遭遇17战队的堵截，而17在进圈中遭遇了 Navy 和 Jen 两方夹击。最终 Yuba 射杀17完全被锁定的马牛牛插翅难飞， Navy 四连战线完全铺开，几乎完全占据圈中位置，圈外的 Jen 四人徒步跑圈被 Navy 疯狂打把仅存独狼，最终Navy 成功清理三只独狼，完成满编吃鸡。第二局 XQ 在线死亡冲锋，让状态回暖成功吃鸡。第二局航线，本局航线从西北方向途径圣马丁飞抵 Impoli 南侧，首圈较为极端，以大邑城北侧为中心，令东南侧的诸多战队不得不长途奔袭。马牛牛转移不利遭 Divine 击杀， V5 意外收获拿下七分，帮马牛牛完成复仇。XQ Cobra 转移中被 WTSG 击落，而 QMCC 出现失误撞到了17修，圈形刷新，扣三支中国队伍均处于北部圈外。17战队迅速转移被 PM 击杀17修和大金，而 V5 战队力求谨慎选择从南部进圈， Optic 分散投资客位血本无归无力进圈，而 Navy 在转移中惨遭逼平。XQ 强行冲击 TM 失败惨遭淘汰， MVP 黄雀在后无伤团灭 TM， 受制于死亡马路的出现， V5 两人被三支战队架死，而 MVP 在转移中遭到了 Ghost 和 Method 两队的夹击遗憾出局。决赛圈中 Ghost 率先被 Method 淘汰， M19 遭到了 Method 和 John 的两面夹击，随着 Method 两发手雷精确制导，场面上迅速变为 Method 和 Jen 的皇城 PK， 最终 Jen 以牺牲一人的代价成功吃鸡。第三局中国队转移频受挫， Ghost 天命缺我吃鸡。第三局航线，
本局航线从西南向东北方向飞抵军事基地南侧，首圈是芯片地图东侧。Divine 初期成功击落 MVP 两人 ，V 五 Lamorin 单人探点被 Ghost 瞬间击杀。V 五众人虽然远方架枪，仍无力拯救，反而单胜小李。时机与 XQ 做邻居，牢牢掌握圈心位置，而 V 五余下两人只能不断寻求防区，争取更好的名次。UBA 转移中被 PM 击落，而小毒信息搜集不利，被刚刚转移到来的 M19 众人击杀。幺七修和大金转移不利，被真打爆轮胎成功击杀。Ghost 一路平推无伤淘汰。Secret 真死亡飞车冲至 M19 楼下，被 M19 四人合力扫爆车辆。Navy 一波刷屏成功淘汰了 Vega， 完成复仇。电厂之中 ，XQ 和 Method 相继脱颖而出，但 XQ 转移受阻被真盯住。V5 战队与 MVP 的二 v 二终一看败北了。Knight 的防区被刷出安全区外， Ghost 迅速拉开枪线，大范围占据安全区，随着 Knight 无力冲过死亡马路， Ghost 状态回流稳健吃鸡。第四局 V5 犹豫不决遭围剿， WTS 拿下关键一击。第四局航线，半局航线自西北方带一城北侧飞抵 Impolis 北侧位置，首圈以车站为中心的北侧圈，17维度使用31的战术，马牛牛先行探点被 Vega 击杀， V5 山达 Rank 击杀 Vega 铁包两人组，大部分队伍均选择从北侧进圈，随着圈停靠近南侧陨石坑，导致北侧队伍非常拥挤。詹在毒内迅速改变策略，绕到南侧进圈，而 Optic 与 Method 相互僵持，十七三人单车顺利转移，以 MVP 做邻居。 V5 与 WTS 合力夹击 Ghost，十七再次被刷出圈外，侦探路兵被大金蹲当秒杀导致的绕道。Never 死亡冲锋被 V5 淘汰，而十七在进圈中仅存瘦瘦。V5 以牺牲闪电的代价击杀幺七修，而 WTSG 原点打靶以及 MVP 卡圈边令 V5 的处境同样危机。最终 V5 处置不利，被侧面的 Method 轻松收下。Method 占据决赛圈最有利的位置。MVP 成功通过手雷炸倒两人，占据山顶。WTSG 侧面帮忙剿灭了 Method。最终的 3v3 中 ，WTSG 先行击杀 MVP 一人，将机夺走。第五局 ，XQ 在线死亡冲锋 ，WTSG 逆天改命两连击。本局航线由北向南途径圣马丁和 P 城飞抵地图西南侧，首圈刷至地图西侧翼电厂。一城和 M 城的中心点为圈心，幺七修单人摩托车探点被 Knights 发现后被身击杀，而 Nick 三人在转移中遭遇了 Vega 四人火力插翅难飞，队友强行来救再搭一人。V5 在情报搜集中稳步推进，而 XQ 的两分兵再次受挫阵亡两人，十七遭遇 Method 低坡打靶两人阵亡，而 M19 同样在 Method 的交战中损失两人，随着自由人马牛牛惨遭击杀，17战队止步第13名。 Ghost 损失两人，代价成功击溃了 MVP 的进攻。威纳中的拜年枪法将 MVP 最后一人安排，占据南侧的高山的 V5 不得不选择弱侧进圈面对 WTSG。 Langren 和小李率先阵亡，随着 Xley 一发手雷带走闪电，V5 也惨遭淘汰，占据防区被 M19 和 Jen 四面打靶收割人头，而 WTSA 淘汰 Method 后强行将局势变成三足鼎立。面对 M19 给下山损失两人，而 WTSA 趁乱冲进圈内，最终 WTSA 逆天改命完成两连击。Mobonin